한다. 아 맛이 맛이 맛이. 刚洗完再睡洗。那你说他们洗衣服嘞？说是干洗，肯定还是要下水。啊、哦，应该洗都差不多，要不然怎么洗得干净、啊？你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没在这边？在啊。在啊。直播前。我今天刚回家来。前两天回家了。回家看小孩。一般就是一个星期10天左右，10天左右去一次。自己开车还是坐车？开车。那学姐说你们这边房子是租的？是啊。哎呦，你以为是我们的？对啊，自己在这边买一套挺好的。家里有房子啊。没必要吗？什么没必要？你在这边还不是出海是要给钱，然后直接买到这边，然后以后想过来就过来。租房便宜吗？哎，成都这边的空气比较好。成都空气好。我们小姐空气更好。我们老家空气更好。都江堰嘛。你们都江堰的、嗯。是啊。以前我们班有一个都江堰的，但是这学期他转了。转了。他转到那个本部那边，往中文系去了。你是学什么？学物理的。嗯。刚才那个是学什么？生物的。生物。嗯。对我们来说，那东西太深奥了。生物，都是不被看好的。都喜欢女孩子，乖乖的那种，不惹事。像我们这么大的，我们那的人都喜欢重男轻女啊，都喜欢男孩儿。对。如果都是那样的话，那些小男孩长大了就没办法。我觉得第一眼看你的时候，我觉得好熟哦，在哪儿见过？不是，好像真的以前在哪儿见过，是不是？嗯。他长了一个大众脸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俩都在哪儿见过的，你也是，嗯，差不多。你们以前到哪儿去过？肯定到你们学校去过。山师大。山师大去了无数次了，差不多。你们知道金坛不？啊。金坛知道。金坛到金坛去过没？没有。没。就从来没去过。你是金坛的？对啊。以前我们有同事也是金坛。金坛我就从来没去过。金坛。哎，刚才我看那个头发特别长的那女的是多大岁数了？没有30多。看也有点像。30多。你们在外面招的吗？哎。
30多岁还身材那么好，简直难得。他没有小孩。哦，有一个没有。有小保养的比较好，就是身材不好那个，他就有小孩。身材不好。身材不好，我没看见，我看见的就那个身材好。有两个嘛，不是有两个头发很长的，一个穿红肚子，哎，不，两个都是穿红肚子的。稍等一下啊。我就看到那一个里面。那么起来看一看。没事。哎，你不要用手摸嘛，站起来看看就好了。站起来嘛，站起来。哎，你不要输嘛，站。你还拍吗？站到镜子那边嘛。就是站到镜子那边就可以了。哎，好的。来嘛，哎，转过来。转到这边来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转过来，这样转，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，你不输了，哎，把梳子拿开了，不动。